岁的王基文和80岁的李烈华同是东北收藏俱乐部的会员，他们三不五时会跟其他会员相聚在巴耶利巴第八分区居民委员会的活动室里，分享各式各样的收藏品。而把这两老凑得更近的，便是电影这两个字了。他们两人的收藏品中都有相当多和旧电影有关的物品。OK， 这个是电影幻灯片，是由我一个朋友他收藏的。那么他年事已大，他就全部把这些是赠送给我。这些幻灯片呢，就是电影要放映之前啊、一些他们会放一些预告片啊，或者一些广告，这是由这个幻灯片。这个幻灯片和现在的不一样，现在的都是数码化的，那以前这个是都是人工操作的，这个是玻璃，他们是放那个胶片放进里面，啊，连在一起才成制作而成的。那么很巧 ，Mr. Lee， 他是也是曾经做过这些啊幻灯片。我是从啊16岁就开始制作这个幻灯片了。用这个透明的水彩来彩色这个幻灯片，总共是做了13年，50年代到60年代的，当时都是商业广告了，要看商家哈、哦，他们要给多少间戏院去用了。当时新加坡有70多间电影院，所以有时候就最多是70多张。在基文和烈华年轻时，电影是最普遍的休闲娱乐。当时最红是哪个明星，最轰动是哪部电影，都是大街小巷热聊的话题。基文和烈华就保留了许多和偶像相关的物品。烈，你收很多这个传单啊，讲一下那个传单是怎样来、好吗？以前这些传单呢，我是从那个戏院那边拿的啦，这些免费送给观众去参考里面的故事啦。对，这是李香兰跟陈红演的《一夜风流》啊。《阿 Q 正传》呢是关山演的啦，哇，那个时候是很多观众啦，啊，这部是《恋爱与义务》啊，是陈后年代的。陈后年代那个时候相当的红啊，相当的红了。这个是一些电影杂志啊，你介绍一下好吗？这是刘三姐啦，刘三姐是一部啊中国的电影啦。我记得很相当的轰动，很多人看，而且又重影很多次啊，而且我们喜欢他的歌啦，你看呢？这个是里面有讲一些他的故事内容啊，有介绍他的一些歌曲啊，还有他的演员啊这些咯。
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影杂志吧，我看这些都是讲那些啊明星的一些生活的趣事了。那、啊、这个呢，这个是雪佳燕、啊、我很喜欢她的演戏，她从小就演到大，她是以前是一个玉女型的，她们那时是七公主，到现在她还是有演出。这是明代的签名照，那么还有一些好像李丽华的签名照，这些照片都是放在对明星亲手签，而且他们是附送在那些电影杂志。以前我收集的是明代啊诗会啊，还有李香兰啊钟情等等啦、啊。讲到林黛呢，他有一部江山美人啊，当时是在丽都戏院演出了，当时很隆重啦，整个丽都戏院都挤满的这些影迷啊，那么我们一早就去排队啦，我们也买到票啦，当天晚上啊有很多明星登台啦，我们都很喜欢啦。50年代看一场电影要多少钱？从列华自己看过电影后保留下来的旧戏票就可以找到答案。稍微简陋的露天戏院收费可以便宜到1毛钱，有盖戏院大约1块钱。所谓的 first class 一等座位，也就是后排座位，收费较贵。而坐在 second class 二等前排座位，就得仰着头扭着脖子看戏，所以收费就比较便宜了。当年选了座位后，售票员就会在戏票上写上座位号码，列华曾经坐过的座位和电影院里的回忆都清晰地写在这200多张陈旧的戏票上。哇，你是厉害，哇，你收这么多这些电影戏票啊？这个电影机票是50年代收到现在了。哦，这样多吗？哇，这个是什么？露天电影的，1毛钱。这个是以前联络所的，拜六礼拜晚上就演这些电影了。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以前我们还要拿雨伞，下雨天还要拿雨伞。下雨拿雨伞看电影啊。初一十五那个月亮。月亮的时候，十五的时候月亮很亮啊，所以就看蒙蒙了。对对对对对，清楚。对啊，那么这个这个是什么？青天呢？青天戏院。青天戏院。啊，你还记得青天戏院啊？那是有什么电影？那是有那个3D 的立体电影。你看哇，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有了的。60年代还是要戴那个眼镜啊。他的眼睛是一边红一边青啊呀呀呀，所以你看起来立体哦。不过以前的立体是没有像现在这样了，现在的那个立体真的很逼真了。哦，那个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演那个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哦，对对对对，那部就是只有这部我有去看。上次我们有听说有一些戏院好像有闹鬼了吧？还记得吗？大华戏院哦，有听说是大华戏院。他们有几个座位，他们还围起来的。除了电影收藏品，还有其他的一些物品也是值得大家收藏的。那么收藏可以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可以把往事收藏它的一些记忆。那么我鼓励大家继续朝这个收藏的爱好继续的去收藏。